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咧，今日基本上咧，依家升到49啦。咁个 job 已经去到50厘咯喎。咁所以咧，应该佢如无意外就可以俾我升去二转啦。咁我就可以二转啦。咁咧个 level 就唔紧要嘅，最主要依家系个 job level 问题啫。咁啊，依家去做呢个二转任务。咁但系咧，我需要一个嗰啲叫黑醋。咁啊，要喺呢度拎啦。呢度啦，因為我之前都打咗啲黑醋呢個，係啦，黑醋呢個。咁啊，呢個啦，呢個啦，呢個啦，呢啲垃圾嗰啲擺啲入去先。五十呢之後再揾佢 ，OK。鐵板呢啲擺入去啦，呢件衫，呢件衫我覺得留低會好啲喎。有冇啲噴衣裝啊？冇噴衣裝嘅，之前有好多噴衣裝嘅，因為，哇，好多啊，好多呢啲垃圾，呢啲可以掉得，呢啲攞出嚟賣咗啦，冇乜用，可能遲啲有用嘅，不過依家。卖出去，先啦，有冇钱都唔理啦。花就留低嘅，我谂就有龙皮应该迟啲。呢啲应该冇用。我唔知啊，啲真系呢啲太仔要啦。呢个系黑醋啊嘛，黑醋留低啦，黑醋。轉頭仲有冇嘅？呢啲新手裝啦，呢啲賣咗佢啦，唔知有咩用啲啊？暫時，遲啲再打啦呢啲，再賣啦，跟住賣啦。呢啲卡如果賣都係正啦，不過佢唔想賣。新手裝免費都算啦，呢個劍都唔使啦。佢嗰個唔係劍嚟咯，俾佢 fix 咗有陣時。呢啲都唔要啦，可能系糖分掉。依家有个钱系几多？二万几，摆翻20000落去啦，留翻2000。OK， 跟住花就留翻低呢啲掉啦，呢啲装饰啦。這個就 OK 了，應該就差不多。之後應該去看看有沒有留意呢，沒有，去這個南國接，不是去轉職任務先。不過轉職任務這個想著，其實之前呢想著從門同個朋友一起玩的，咁之後呢二轉的時候會定間中做些任務出來，咁會同啲 friend 玩嘅都會，有啲 friend 都上咗嚟玩。呢個學會係嘛？係咯，呢個學會。入去轉職做轉職任務啦。去三間，仲未有劍啊，因為遲啲等有錢先，仲係得把斧頭。好，轉職，我要轉職。轉職至更強，冇錯啊！我要呢個轉職確認書。入國證唔使啦。好，跟住咧，佢話要我有呢個確認書啊嘛，咁啊去。
好啦，咁啊，到呢一个位置咧，去有约啦。依家最主要其实系打几分钟嘅，冇记错，好似打几分钟嘅嘢。不过去接个先。咁呢个咧，最记住咧，如果你做任务嘅时候咧，呢度留翻啲任务点咯。好，咁呢度咧，跟住落去有个呢度系啊，冇错，记错啊，应该呢度。跟住有个老伯嘅，问一问佢啊，佢系咪问你要见事嘅确认书？系啊，冇错啊 ，level 一，冇错啊，冇问题啊，冇问题。佢唔记得，我唔记得佢要打咩咧。失去了一个黑醋啦，已经俾咗佢啦，跟住就佢要啲咩咧？佢要好似做任务喎，要冇错，做任务，好似系要做任务。睇下先，接咗啦，咁快我都未咩添，未开始啊嘛，未扣，应该未扣，接咗啊嘛，未接 ，OK， 未接，睇下先，要打咩咧？去鐵火山打呢啲鷹，好似打唔到喎。三隻鷹加五隻露露，試一次啦。唔得就今晚再試，試下啦。這個任務呢有些蝦人做的，其實真的未必真的即時可以做得到，現在跑速又不夠快，去到已經那個鐵火山都很近，不過走鐵火山是超快，八分鐘應該打到的，打些鷹就麻煩一點，要上山，打完就不要，打完最主要回音而已，回音就不用了。啲高鐵火山 ，Go Go Go，Let's Go， 唔好阻我去路。八分鐘啦，五分鐘應該夠啩。轉咗職之後咧，今晚就帶個 friend 去轉埋另外一個職，因為佢玩魔法師。就應該很簡單啫，打啲鷹啊，麻煩啲，要引啲鷹出嚟打。呢度係啦，冇錯，打呢個先。一隻，多啲嚟，密啲手，快啲嚟，快啲嚟，喺邊？去邊啊？睇下要上火山。打啲鷹麻煩啲咯，啲鷹嗰度位超多啲怪咯。睇下先，同時間競賽 ，OK， 粉鷹係嘛？啲鷹啊麻煩啲咯，啲鷹啊喺度有隻。
喂，夾轉唔俾我撳名，卡住不住咯。哦，單隻露露，咁應該好簡單啦。要落去揾翻隻露露先。露露，我要露露，火精靈露露，唔好打佢啦。仲有六分鐘，仲有一隻 ，OK， 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幾隻露露喎？火焰露露、火岩露露啊，以前叫啊呢只，冇錯，仲有一隻。OK， 搞掂，翻去，行翻去算啦。Go go，let's go， 行翻去。總算都叫做用三分鐘時間過咗呢個鑽石任務啊！轉咗到二轉咧，咁啊應該會跳咗過去賞金獵人嗰個位置先嘅，有機會。但係賞金獵人嗰度咧，我就唔知點樣做啦，依家。咁呢個可以刪咗咯。轉咗職50 level之後揾佢，揾下老師傾偈，跟住做啲應該做一啲進階任務，可能係新手任務完咗啊嘛，咁啊應該之後就做啲進階。咁之後咧，我會做多一個任務點咧，咁啊升爆埋個居合點，做埋三點咁啊，應該差唔多。應該去東城嗰邊搞兩個，跟住啊唔係三點咁啊搞掂，應該差唔多。跟住，咦唔喺度，咁啊跟住翻去呢個上城啦。不過翻上城又要下一段路，唔記得做四天。Oh my god！咁呢條片就應該會好短啊，因為。OK， 冇問題。咁呢個轉職書咧到咗啦，咁啊轉成劍士。咁啊，我翻去呢個上城，但上城冇路喎，要行翻去啦，梗係要。咁啊，開地圖啦，行翻去轉職啦。費事用條匙啊，因為條匙咧，我想用喺啲好啲嘅地方度。行翻去上城先，不過我不知道二轉的能力呢升幾耐呢，應該50 level差不多啦，110 level應該很快。看一下先。看來我會先轉咗去做賞金獵人先啦。
建塔嗰度，我應該會之後再轉翻去，因為需要佢嗰、那個佢嗰個能力值。暫時我能力都唔需要咁高。睇下我應該會升到65咧，先會有裝有專職業裝噶啦。咁依家暫時應該唔需要，因為55咧嗰個套裝最主要要把劍嘅啫。其實依家係冇劍喺手咯，其實。依家係可以同 NPC 買嗰個禁書。好似好正咁咯。幫我睇下喺邊度買先。大道士買喎，$10,000一個好似係嘛？禁書幾沙漏我就唔需要喎，其實基本上幾沙漏一轉就轉過去嘅啦，應該會轉去上得獵人先係冇錯。個劍客、劍士、劍客嗰度我就冇升住啦，應該升咗個二刀流先，係啊，冇錯，係啦。因為佢有個十呢嘅二刀流技，基本上一轉嗰啲技能點我都唔需要做曬，因為我夠用啊暫時。貧衣技能就要咯，30呢有一點嘅嗰個貧衣被動技。但應該好少貧衣噶啦，依家暫時，以前就多啊，應該。有 friend 多啲玩就會比較多啲用貧衣咯，暫時依家都少。獨行俠啊嘛，我哋係。OK， 咁啊去轉職啦，有個轉職任務到咗咁啊。但係身體裝應該爆曬啦，到時跌翻落一釐啊嘛，佢話跌翻落一釐，一釐啊，好似係一釐，50釐跟住50 drop 一釐啊嘛，一 drop 喎，咁呢個要諗辦法，因為佢呢個任務點咧，哇，要一日先至回復一點啊，所以咧好耐時間要等。好啦，我哋去二轉啦，入呢度啦。轉職，轉咩啊？
轉職嘅時候 ，OK， 轉行嘅時候咧，職業會變成 level 一，轉職時技能會繼續 ，OK。轉職前國五嘅場合，呢個技能轉職之後都會繼續出嚟嘅。例如職業三十嘅時候轉職，咁啊三十咧以上嘅技能轉職之後就唔可以出嚟，應該係咁講。哦，應該係話 OK， 明白。算啦，防御力太高，所以咧要除衫啊。除裝，又裸體喎。轉職，算啦。誒，留咩啊？留咗啲咩？唔係呢個都計啊嘛？唔係呢個都計啊嘛？似乎係喎。轉職 Ondoniska? Yeah 轉咗囉，依家變咗劍士啦，應該劍客。咁啊，轉返個職業裝先啦，著返靚女先啦。雖然都係冇乜點大變，都係呢套型啲咯，我覺得。嗯，冇錯。OK， 咁依家轉到 job 啦，咁啊，食物呢個就唔使加啦，雙手劍。啊！我唔記得護轉係幾多呢先可以轉得。唔緊要，去問下嗰、那個，好似卅呢啊，冇記錯，卅呢先轉得，好似係。啲技能有冇變啊？哦，啲能力值變咗啦，應該。係啦，咁依家基本上二轉咗啦，已經係。好了，移轉了。那麼，有什麼搞呢？看看先，這個沒東西看。移轉了，這個搞不到，搞不到了。Level 50以上的時候，再跟先生對話，我未50喎。有啲第二個技能，師徒關係，咩師徒關係啊？飛界繪畫，睇下咩嚟先？未做過啊呢、這個，可能做完之後變咗50靚，跟住再去揾佢，再揾個老師講嘢，師徒關係。啊，就咁噶啦！有咩做啊？做完噶啦？嚇，冇噶啦，冇噶啦，唔係啩？真係喎，冇咯喎。好，有咩俾咗我？呢個？180蚊增加 ，OK。跟住咧，呢個係咩嚟噶？做咗先啦，呢啲新手任務啊嘛，基本上二轉咗冇嘢做喎，跟住做咗啲支線任務先啦。呢個咩嚟噶？秘傳收納書，因為我加重自己嗰個載重量。呢度啊？完咗啦。
打路佬，點解要打佢啊？誒、欸，應該好遲喎呢啲任務，算啦，睇下咩嚟先。同埋去邊度打得㗎？去咩平原都得係嘛 ？OK。OK。咁啊，打咗先咯，唔知咩嚟，接咗先咯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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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火，好似喺东门有啦，应该。我唔记得呢个任务系咩嚟噶。做埋之后咧，咁应该今晚会同个 friend 搞埋先，咁啊，跟住之后咧，听日之后先再拍片。應該差不多啦，時間咗。今日呢條片就好短，最主要講係二轉嘅啫。咁二轉完咧，咁應該之後會同個 friend 一齊升啦。咁應該咧間唔中會同個 friend 一齊拍片嘅。咁啊合作打啲升咩任務啊咁樣啦。呢度呢個計唔計？打有咩用？值得探討啊！因為我太耐冇做過啲任務，唔知做嚟做咩。做完啦，跟住翻去回人。依家真係簡直好似一個老手玩住新手咁，但係。感覺上呢、以前是快啲嘅，以前啲嘢，因為以前始終慣咗嘛啲嘢，依家咧啲嘢有啲改變曬咧，同埋轉曬入品啦，最主要係我唔係好慣咯，但係慢慢習慣啦應該。嗯，有啲可能要大升呢咯，變咗係護轉咯，好似卅呢啊嘛。系啦，同佢回任先。呢个嘛，应该系。吓？我？做咩啊？搞咩？打五个苹果。翻啲任務點先？好啦，咁今日咧基本上咧就咁樣啦，做到咁上下啦。咁啊，之後咧會完成埋五十呢嘅時候先會完成埋之後嘅嘢啦。咁完成咗之後咧，咁呢度咧就應該會拎曬啲獎品，然後會做埋啲技能點啦，技能點呢度啦。做咗嘅五百點都算 OK 嘅，唔算話 OK， 唔算好貴啊。咁啊，二轉有啲呢啲可能遲啲先做啦，呢啲唔係呢啲第二啲點技能點數。睇先，中間呢啲風城入手入咗喎，首位。呢啲遲啦，遲啲再整啊。再做啦，記憶書架，要揾下先。呢、這個應該同呢、這個，我睇下嗰個二轉任務轉職護轉嗰度點做先。可以同嗰個大導師講嘢，但係我唔記得咗個位置喺邊度，好似呢。
禁斷之書強制，我問下先。邪惡咩邪惡？以基於 ，OK OK， 會得嘅。佢有咩用呢？睇下先啊！佢有魔煞嘢嘛？魔煞轉到二轉就好啦，唔想依家升二嘥曬啲。二轉，佢好似唔知第一次俾禁斷之書我噶嘛？隨身不用了，現在我禁斷之書在哪裡買呢？我忘記了，這個不用了，我沒有禁斷之書，轉不轉得的？轉了喔，轉了喔，好像轉了喔，耶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明白明白 ，OK， 咁啊得啦，冇问题啦，咁就哈哈哈哈 ，OK， 依家转咗职业，变咗做赏金猎人 ，OK， 好啦，点解要依家做呢？因为依家做咧变咗可以一阵间唔需要。哇，十萬蚊喎都貴喎。OK， 遲下先啦，呢個遲啲有錢啊。等我升爆咗呢個上金獵人先，先再去做禁斷之書。哇，以前中文版嗰陣時要錢噶嘛，你哋依家唔使喎，真係慳翻好多力水啊！真係裝備啊！轉咗職啦，咁啊，基本上咧，今日到呢度啦，咁啊，遲啲再睇下幾時先。咁我等我升到差唔多嘅時候咧，咁升咧部分就應該唔會咩噶啦，應該之後都係做任務多。咁啊，做埋呢個新手任務嘅會拍埋嘅，到時咁啊，之後再翻嚟咁啊，拍呢條片啦，咁啊拍完之後再翻嚟繼續玩拍十方。好，今日到呢度，咁之後咧睇下應該過幾日啦，再繼續拍，因為都要翻工啊，可能都要。有其他嘢做噶嘛，咁啊，我如果中意嘅话，记得揿个 like 啦。咁啊，如果有啲想玩，问下点样玩嘅，或者想知道点样去一齐升 level 啊嗰啲，咁都可以问下我嘅。咁我唔算话知得好清楚啦，依家暂时，咁但系大部分都知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如果希望订阅啦，咁啊，同埋睇下我其他嘅片啦。咁有咩？如果譬如話想玩啲咩 game 啊，睇啲咩 game 咁樣，都可以同我傾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大致上今日就諗到呢度啦。好，係咁先，拜拜。咁因為咧，我唔識用嗰啲，暫時唔記得咗點樣用嗰啲動作啊。等我發現咗之後再翻嚟啦。嗯，好，拜拜。